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s 的二分之一次方，这个实际上就是根号 x， 加上 x 负二分之一次方，这个实际上是根号 s 分之一，等于8。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实际上等于多少呢？这可以约分嘛？这 x 加上 x 分之一。那我现在两边给它平方，两边平方的话，就这个平方就是 x 加这个平方 x 负一。 加多少 ？2ab 2乘以 x 的二分之一，再乘以 x 的负二分之一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平方 8864， 这两个乘起来刚好等于一啊！这是 s 的立方是一嘛？那这个叫啥？这个就是它，所以就得到哈 ，x 加上 x 负一次方就是 x 分之一，加上 2， 这个是等于64。 也就是说 ，x 加 x 分之一等于64减2，就是62。所以答案呢是62。